哇，他还没介绍完，他们就冲进来了。这个也不错吧？哎，可是我今天想要去派对玩呢。地面跳跃者。你等我一下啊。其实我没有要玩诶，我要去那个方向。如果你们不同意的话，就离开啊。嗯，接下来赶快。哎，两个妹要去广场哦。就要去的好咯，有道理。要他们进来干嘛？其实我昨天玩的那个团队死斗，然后我觉得好无聊哦，没什么感觉。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点像迷你世界一样，我觉得可能我觉得大提比较好吧。要大人啊！把这里的人都赶走了，不用他们一进来就一直挤在这边。有好多人哦！哦，来一个算一个呢。哎，那我们可不可以开飞碟去那边炫耀啊？被抢走了！被抢走了！被抢走了！一下没人开耶！那就没有人开。它可以变形金刚。里面好多人。